Play，哇，开始玩了这一个723，对，我手机应该把那个调节屏幕的给它关掉。怎么感觉控制不住自己呢？我还开宝箱，签到一下。我是一只小鲨鱼，哎呦，我要追乌龟哦！哦吼，哎，跑哪去了？咬到河豚，我只认识你。好像这个版本没有那个大章，那大章鱼，国内的版本都是大章鱼，来多吃几只螃蟹，但是没有海狮。这是海狗还是海狮？我水母也是一样多。救不上去了。我看不到路啊。我现在是等级10。我想知道一下，我现在是多少血啊？哎呦，baby food。好啊，哎，时间浪费了。哇，这只血。好像我弄到它，我会被咬死哦。哎呀，海豚，哎，不是海豚，哎。这是沙丁鱼吗？哇哦，哇哦！遇到大个了，贝壳。怎么回事啊？我，刚才那局怎么？我的钱怎么没了？国内版本好像是每一次只要吃到人就会满血哦。现在我看到这只小鱼，我都看不到，它不会随着这只小鱼、小鲨鱼来动啊。人怎么吃不到？好吧。
吃不到啊。哦，知道了知道了。好好麻哟。怎么有这么多人赶来？小企鹅，小企鹅，这企鹅好好敏捷哦。哦，终于吃到你了。麻烦，下来下来，哇哦 ，hungry shark，hungry， 我的发音应该没错吧？哎呀，我现在至少能够说三门话，不过。都讲得不好，闽南话、英语、普通话，实际上这个没啥了。英语太差了，考试都不及格了。闽南话呢，因为普通话又有很多闽南话的，我要跑，我要跑。但是讲的又不好，这才是最尴尬的。喂，上去，哎，哎，怎么出来了？快救命！哇 ！No， game over。拜，坑废，死地的，看鲨鱼了。马克萨，马克萨。哎，怎么这只也好小个啊？哇！啊，完了，那！这只鲨鱼太小只了吧？还花我1500块，不过速度太快了，速度快多了。我的 ，My God！ 不要 My God！ 我的天！呼呼呼，爽！嘿嘿，啊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别的东西。现在手机先不动，这一只鲨鱼让它站着，快站着！哦，会饿死啊！乌龟！我还有其他事。
可以咬，互相咬啊！我现在是两级，二级杀，哇！哎哎，追不上！哎，感觉我好小。哎，不对呀，怎么能听得到小鸟的声音？咱们好像是同类，鲨鱼吃鲨鱼。搞死你！捡贝壳，哇哦！也会有死鱼啊！哇，现在可以吃河豚了。甩不掉，吃，来来来来，陪你玩。哦，没有速度。哦，game over。